最近，在北仑眉山湾，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越冬的鸬鹚。鸬鹚俗称鱼鹰，以善于捕鱼著称。冬末春初，好多鸬鹚头部已经变白，这说明它们正换上春装，快进入繁殖期了。在眉山湾，鸬鹚们喜欢结成大群行动，不停变换捕鱼的水域。哪怕在阴雨天，它们仍在潜水捕鱼。仔细看，有的鸬鹚在吞鱼呢。鸬鹚们所在的地方，说明那里鱼比较多，因此不少白鹭也飞来，企图分一杯羹。鸬鹚捕到鱼之后，常会把鱼抛起来，目的是调整角度，让鱼头对着喉咙，便于吞咽。可有时鱼儿太大，它就会吞不下去，十分无奈。